位是企業規基金會的會長，能夠今次呢我們是有一個新的 project 在 Richmond Hill Campus of Care， 是一個 integrated service， 不單止是有長期的護老的病床，亦都有社區服務的等等的支持，亦都有呢個 family care clinic 的等等的醫護護理。所以今次我哋喺呢個 project 裏面咧，係極需要大家的支持，亦需要大家即係共商善舉。多謝多謝。